《大娱乐家》是一部以真实故事为基础的传记电影，讲述了好莱坞重要的娱乐事业家，也是迪士尼公司创始人之一的华特·迪士尼的传奇故事。影片透过镜头展现了华特·迪士尼从小就对艺术创作的热爱和他的努力奋斗，从一位年轻创业家成长为全球知名的娱乐大亨的过程。华特·迪士尼在成长的过程中遭遇了很多挑战，包括经济困难和重重障碍，但他一直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。电影展现了他坚毅的毅力和创新精神，以及他对动画和娱乐事业的热情。他在娱乐产业中引入了许多新的想法和技术，从而创造出一系列受人喜爱的经典角色和故事，如小熊维尼、灰姑娘、狮子王和玩具总动员等。除了华特·迪士尼的传奇故事，电影还探讨了创造力、毅力和自我探索的主题。主人公在追寻自己的梦想和实现事业的过程中，克服了很多挑战，也学会了如何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乐趣和意义。影片演员阵容丰富，由汤姆·汉克斯饰演华特·迪士尼，其演技精湛地诠释了这位充满魅力和激情的创业家的人生故事。同时，艾瑞克·贝松、艾美·莱恩和保罗·吉亚瑞蒂等演员的精湛表演也让整个电影更加生动和感人。总之，《大娱乐家》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，它将带您进入好莱坞的奇妙世界，并带您走进华特·迪士尼的心灵室。